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我们到了出来的大门，它很好找，你从 Terminal 1的 Departure 大厅从这边过马路 all the way 就过来咯。然后一进来呢，你就看到哇，喷水，对，这巨鳄的瀑布喷水，这边现在变成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观光景点。然后右边是苹果店，左边是 Shake， 它的汉堡薯条很好吃，还有奶昔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要去臭臭吃锅，它是在二楼，所以我们要找个地方上去二楼。然后现在这一层呢是一楼，我现在在朱乐的二楼，然后现在找那个臭臭火锅。啊，看到了，在前面。那个吃不是吃，然后他是台湾老板，然后从中国大陆开，然后在来新加坡开。他这里刚开幕的时候要等5个小时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吃，等到现在准备要回台湾了，然后才来这边吃。它外面还有卖奶茶哎，酷酷哈帕。OK， 我们进来了。哦，谢谢。今天我们3个人，这边2个人呢、啊，这边1个人呢、啊，还是弟弟要跟我坐。这是他们的 menu。OK， 我们刚刚已经进来前，我们点了锅底。我们今天点的台式麻辣锅，它里面在新加坡豆腐是可以无限添加的，然后如果在中国是豆腐跟鸭血可以添加无限，然后因为新加坡鸭血是禁止进口，所以没办法。然后我们今天还点一个椰子鸡锅，对，这个是不辣的。然后其他这个大家可以参考，老式餐的它比较辣，比台式的麻辣还要辣，这个2个辣椒，然后老式餐是4个辣椒，对，比较辣。然后这是番茄牛西锅，因为我们不吃牛，所以这个就去掉了。然后这个是菌菇锅，我本身不吃 mushroom， 所以这个也去掉。然后奔驰锅是包间 VIP 房才用的。然后他们的肉，我们不吃牛，就这个就跳过了。然后猪肉只有黑猪肉、羊肉可以选，这边还有鸡肉跟白豚猪。然后这是猪肚，这边是海鲜。然后这是他们的丸，他们丸子都是手打的。然后这是蔬菜锅，然后再来就是他们饮料了，他们饮料本身也有卖外带的，对，这是大红袍的蒸奶，小杯是4.8，带走的话是5.8。
这就是他们的 menu。 他们在新加坡有两家，一间就是我们今天来的 Jewel 机场，樟宜机场，然后再来是 Suntec City 这两家。这是他们刚刚送来的茶，哦，这铁的哎，很重哎，哇，好烫哦，这样摸好烫。这个是他们的围兜兜，好，上锅了。这个是椰子，好，麻辣，耶，开火了吗？这个是火吗？还是？哦，他们烤串在这边。他们这是电磁炉啊，对，用吃电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夹子跟汤勺，汤勺有两种汤勺，这是茶。然后这边的新的饮料，大红袍燕麦奶茶跟普洱燕麦奶茶，燕麦奶茶。酸菜鱼啊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好爽。杭州没有的，别人就对，那他都掉衣服了，掉衣服，好正吗？都没有，我看有没有乱乱的，没有。放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哎，如果我的观众来，能不能打折？没有折扣啊，有的，但是我们 10% 对不对？台湾人有 10%， 对对对对对。OK， 88折，好，够了吗？不够了再跟我讲吗？对，台湾人88折，然后 Airport Pass 机场员工 10%， 好像也是88折，也是88折。OK， 好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耶，我们的动物来了。你拿那夹子，两个放下去，两个放进去，各放两个。解冻了吗？哦，还是先放桌子上。Oh my god， 它解冻了。一边放两个。嗯，因为它是冷冻的，先让它煮久一点。大杯珍珠奶茶，好大杯哦，比我的手还大。我们的菜来了，这个塞子好可爱哦。菠菜，这是吸管，你们新加坡叫水草，为什么吸管叫水草？水草不是 sea grass， sea grass， 我们叫吸管。哦，好香，这个叫它的糖没有发
标准。台湾猪肉贡丸。耶，我们的五花肉。tissue 耶、yeah ，湿纸巾要收钱吗？没有 ，OK， 谢谢。这牙签吗？对，那个是牙线。牙线啊？帮你再加一点花好吗？哦，它是牙线棒，细细的，不是那种细细的牙线棒。加豆腐，加第二次。耶、yeah ，你们豆腐是分开卤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大桶卤的，一个大桶，然后你再从大桶里面挖出来。对对对 OK， 好。耶、yeah ，我们刚下了，这个是菠菜。对，菠萝蜜冰沙，饭后甜点。你要拍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他饭后甜点会给这个菠萝蜜冰沙，来，你先喝。耶、yeah, ，另外两杯来了。耶、yeah, ，菠萝味冰沙，干杯！干杯！耶、yeah ！菠萝蜜，嗯，这菠萝蜜，那叫什么？长这个样子，你看看这个是柴水滚滚流，可是它这个流的方向是往外流，应该要往店里面流，不是吗 ？OK， 这个地方是他们做珍珠奶茶的吧台，现在已经快打烊了，所以里面现在没有员工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在臭臭锅吃的瑞西，三个人吃111哦。好，这是我今天在臭臭锅的外带，一盒是卤豆腐，然后一盒是台湾麻辣锅的汤底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